大家好啊，旧朋友晚一点再介绍。我先介绍我旁边这一位，他叫旧雨新之。好，旧雨新之，旧雨新之可以晚一点再介绍。哎呀，下关顶，关顶啊！大家好。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小小的。OK， 没问题。大家好，我是下关顶。那我是一个视障小提琴演奏者。然后呢，我主要的工作是有街头艺术的演出。那我也是小提琴老师。Yeah， 小提琴老师。对。但我记得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小提琴。哎，你怎么知道？哎呦，我有偷偷做一下小小的功课。请问一开始是学什么呢？一开始是学怎么欺负学生的。没有。那老师可以打我这边，手在这边。好，手在这边。不行，这我打不下手，我下不了手，下不了手。我一开始学的是钢琴，对。OK， 所以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哎，钢琴是5岁开始学。哦，5岁哦，就是一个小屁孩的年纪，然后什么都不懂。那我妈就说：“不然你去学学看。”好，我说：“啊，这么突然哦。”所以一学就觉得哇，我爱音乐这样。没有，其实一开始没有很爱，一开始不爱，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被妈妈逼还是怎么样。对，真的是被妈妈逼。大家有没有被那个圆珠笔打过那个手腕？我有，我小时候其实也有学过钢琴，我就是被圆珠笔打手背，然后就不爽，然后就不学，很痛。对，我应该要继续学的才可以，就是更有气质。你可以找我，对，我觉得你已经很有气质了。那如果想要再加分的话，就找下关顶。对，啊，你不觉得我讲话就是有带一点狂野的味道，就是活泼的气质啊，活泼的气质，对，太好了，会讲话，对，超会。那小提琴是什么时候学的？小提琴是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啊，这么晚哦，很晚啊，就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广播中听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小提琴家，大家可以找一下，叫帕尔曼，他演的一首曲目，对。然后那时候一听到小提琴的音色，我就想说，哦，喜欢，中了大众，鬼来电。我不是来电，这个月是不是？哎，恐怖恐怖的。对对对，就是我一定就是跟我老师说，我想学学看。然后当然就是也经过很多故事啊，家庭革命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终于好可以学这个乐器了。耶！为什么这样也会家庭革命啊？就是一样都是音乐，为什么会？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乐器。那我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就是小提琴呢。我觉得对于视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入门的乐器，因为你看哦，它光这样夹上去，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你右手要怎么样摆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嘞？因为小提琴拉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边，但是我们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用视力去辅助，它可能会在这，或者是在这，哎呦！可是你看小提琴差一点点，你看我拉个简单的音色，你看在正确的音色是要这样，这个，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在哪里，我在这里。然后你在这边，然后这个有点可怕，大家耳朵准备好。好。OK。OK。真的是了解了。对，这是小提琴很难入门啦，所以就是要当初爸妈就是还有老师就是很惊讶说，不是啊，你钢琴学的好好的，你换什么小提琴啊？而且又是高中的时候才换，对，又不是小时候换。对。后来你怎么就是跟爸妈沟通？就是我跟他们说我会尽量做到最好。那如果真的考大学，因为我其实国中就开始决定我大学要考音乐系嘛。然后但是那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说我要用什么乐器。对，可是到高中的时候决定要用小提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会努力。那如果做不好，顶多再重考一次嘛。对。那就是好不容易就是说服他们，然后后来就是也有顺利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子。耶、yeah. ！还是你就是喜欢挑战自己啊？算是哦，是不是？就是想说钢琴那么多人会，太简单了，easy， 对，随随便便都可以考这样。也没有啦，我就来弄个难的小提琴这样子。就想说都试试看，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在音乐系往下填的志愿是填心理系。哦，你喜欢研究人的心理，非常喜欢。你要给我研究一下吗？好啊，哎呦，好，可是你没有学，对，还是你私底下有兴趣，你就有偷偷的在，就是、我有对你做一点功课，我知道你也是水象星座嘛，对不对？哈，好赤裸，好赤裸，真的吗？我们这样子互相做功课，怎么可以这么？哎呦，好害羞，先走，等一下啦，等一下啦。因为新欢总是比旧爱还要新鲜嘛，那我们要介绍旧爱了吗？哎呀，那旧爱是去年讲过了，再讲一次。老爸还有没有听过啊？小强，欢迎小强。我是小强，是一名街头艺人，那也是专业按摩师，那也是吉他老师。对，那大家如果有
表演的需求可以找我们，我们现在是个 CP 哦，叫做闲闲没事，闲闲没事，闲闲没事，可以在那个小强的马赛克世界找到我们的联络方式哦。你打什么马赛克？不是，哎，这是我们的粉专，可以找到我们。那你们平常大概有固定的时间去接场吗？我们六日都会去啊，可是我们两个很少一起，就是对对，因为感情就 是, 你们不是 CP 因为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钱都谈不拢。对，不是啊 ，CP 就算讲到钱，还是会吵架的时候，亲兄弟明算账。好 ，OK， 上次就是去年的时候，有说原本说要找你一起，就是。去接唱啊，对啊，但是因为那个要街头艺人证哦，对哦，你现在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在，哎、我不是歌手，你哎可以的、啊，我怕怕、啊，怕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是吗？刚刚上来的抱抱是不是吧？你怎么知道？刚刚没有听到，对啊、哎，这么那个比较内向啦，平常是比较不敢，就是在不敢直视观众这样，对啊，就是没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因为我永远不会直视观众，哎、欸，还要是背对观众拉，好地狱哦，你这样子我会不知道我要不要笑，地狱梗，对啊。这个梗很难接，对，这个只有我能笑而已，只有你能笑。那今天有想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吗？有想好？有 我想要问那个丽颖一个问题，丽颖，你知道什么浪子要回头吗？为什么？因为爱。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心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打，想你的彼暗，伫恁家的顶仔卡，想你的彼暗，伫恁家的窗仔外。想你的彼暗，在恁家的顶仔卡。想你的彼暗，在恁家的窗仔外。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打。决定。我少年是所偷偷学袂写的愿望，彼当初我已经当作一世人，我早就已经看破。后世人袂过为着你来浪流连，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打。耶、yeah! ！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我直接起鸡皮疙瘩哎、欸！我刚刚也有哎、欸，哦，好好听哦！小提琴感动到，真的，哇塞！我真的是，我刚刚差点哭，我刚刚眼眶泛泪，觉得好感人哦，又加上这首歌的那种意境，这样、真的是，
你们有练习吗？这首歌还是就是讯息沟通一下？对，讯息沟通。因为大致上桥段大家都熟嘛，对。哦。欸、丽颖是哪里人？台北人。我台北人啊。哦，所以没有那种浓流恋的感觉呢，没有那种漂泊到外地的。但你们两个有。他台中，我云林。台中，他云林。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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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那一开始来台北，有觉得台北很怎么样吗？或是你们对台北有什么憧憬？但是来到台北之后，又觉得啊，才这样。你先说吧。我说我先说这样、哦、我要带考勒、欸、真的是台北是很多机会，可是很难把握，就是因为有像我们视力的障碍嘛，有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欸，这个我应该做得很好了，可是其实还不行，因为别人可能给你的要求会跟一般人一样会很高，所以你会觉得很失落。那时候去街头艺人，你会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人像你看新义区那些街头艺人，他们都是开车载他们的设备去开始装嘛。哦，你说四千老师吗？我有一个朋友。哦，对。然后我们就是只能够坐富康巴士或是坐捷运，然后拉着行李箱，然后拿着吉他，其实是很辛苦，因为没办法，你没有办法开车，在交通上你是被动的。嗯，对对对对对，比较不方便，比较不方便。然后就很多东西你要就是折半，你的期望值要折半。嗯，对，比如说，哎，我很想，比如说我跟关鼎之前很想要去环岛。嗯，一边环岛一边做音乐，然后一边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视障朋友的能量。嗯，可是就是这样，交通上你就会被限制住。嗯，所以我们就开始会一直退而求其次啊，就说啊，不然先做这样就好。对，但也很好啦，哦、其实也很好，像在那边一起玩啊什么的，也蛮开心，也很开心。但我会期待看到你们就是去环岛的那种感觉。对，我也很想去突破。对，突破，对，对啊，超过瘾的。嗯、那关鼎呢？我觉得我。因为我当初来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台北念，然后就是考到音乐系嘛、嗯、然后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冲击就是，当然适应也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都是属于比较开朗型的人，是，对，然后比较容易跟朋友打成一片、嗯、但是在音乐方面毕竟我学小提琴比较慢嘛、嗯、比较晚，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刚进学校的时候，我说听到隔壁琴房学堂姐在练琴，我就我的妈，怎么差这么多？就是超强，对，我怎么那么弱？然后我那段时间，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在琴房练琴、欸，怕被别人听到。对，学长姐进来想说这个人，嗯，这个人，对，他想说，嗯，他怎么进来的？是不是有塞火腿给评审这样子？塞火腿，不送高粱、啊，不送高粱、啊，没有没有，刚塞火腿，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嗯，可是后来我那个时候甚至有萌生就是要转学的念头，嗯，对，我想要转到别的学校，而且是跟音乐完全不相关的科系哦，你说心理系，心理系有历史系，历史系，我历史很好，我那时候考学测的时候我历史超高，哎呦，对，所以现在有觉得比较适应这个台北大环境吗？有变得比较喜欢吗？嗯，我觉得其实到后来大三大四之后，我开始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之后，嗯，也开始。让自己的能力更加往上提升，然后再加上出社会之后，我一直是走音乐这条路嘛、嗯，然后我也有尝试很多项目，像是剧场艺术啊各种的尝试，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有开始比较适应台北的生活跟步调、嗯，其实我一开始觉得台北的步调好快哦，对，对，就是很不习惯，因为。我以前我跟学长，我们两个都是以前是念比较偏乡下学校的地方，对。然后因为乡下学校的步调就是会比较轻松，对，节奏很慢，节奏很慢，对。然后刚刚台北很不适应，可是我到现在已经可以很适应的，就是整个台北的步调，甚至可以走很快，就是到我捷运站就赶快去进行下一个活动这样子。嗯、可是因为我现在我是台北人，我就不会觉得我走路很快，我自己觉得你都没有被这样过吗？没有哎、欸，所以你都会，你如果上电扶梯会走在左边还是右边？我不会走啊，我就站着啊，走路很累。你就会站在右边，还是你是站在左边被人家指的那种？还是你站在中间？没有，我不会站在中间，就是站在旁边这样子。只是就是我不会走路很快，是因为我比较懒。哦，懒惰的人，很符合你的星座。对啊，哎、啊，我们进台北好不好？你们，我帮你。哎、欸、哎、欸，我们的饭位都喝完了、欸，都喝完了。欸啊、你们刚刚拿出去，哦、好好对呀、啊，没事没事，还有还有，还有是、欸、还有还有，他现在商品有特价哦，三品一百，有特价，对。赶快来找那个啦，丽颖业配一下，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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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丽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很好的推手。再来再讲多一点，哎，哦呦，这么好。不要再亏了，我帮你开充电杯。我跟大家讲、欸，这个只有丽颖才会这样帮我开好的。对，真的假的？真的真的。有女友 feel， 有女友 feel 。哦、yes ，进台北，进台北，进快步调台北。哎，这边还。
虽然你进到的是我的手，但是就当作有进到。好，进到十足。我们刚刚跟丽颖说，但他说等一下，如果他要 feel 来了，要帮我们唱歌，对不对？丽颖 feel 来了 ，feel 来要帮我们唱那个。等一下再给他唱，他还没，他 feel 还没来。对对对，我还没开，我还没开啊、哦。还是你要分享大家的留言给我们了解一下？哦、对，现在留言怎么样？刷、啊、有没有刷起来？刚刚有看到一个留言是问说你的小提琴型号是什么？哦，型号是什么？型号是什么？我还真的不知道。型号，型号啊、哦，对，型号应该是没有型号，对，因为它不是任何牌子的，对对，但是这把就是价格不菲，手工琴，对对对，手工琴，赞的手工琴。那你一开始学就是这一把到底吗？其实这一把是我打工的时候到后来才就是靠自己打工才赚到可以买这把琴的，哇，对，因为以前没有钱，我们家是比较。就是需要辛苦一点的家庭，嗯嗯嗯，然后我就是在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学琴，对，甚至没有自己的琴，我是用学校社团琴，那种很可怕那种很烂的琴来练习、哎、音色很差，音色很差，然后纸板下线啊什么各种问题都有，对，然后我是到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有去，就是其实我也是有在按摩业待过一段时间的、yeah. 有人说竟然有戴手帕，你是说会戴手帕，你是日本人哦、喔、对啊，戴手帕、戴手帕，好男人都戴手帕，好男人会戴手帕，大家知道你们两个都有戴手帕，我没有没有，我不是好男人、哦、我是渣男、哦、你是渣男，来渣男刷一排、欸、刷一排爱心，你知道刷一排爱心，你知道、欸、你知道台中有一家餐厅，就是只要你是带除了女，你只要是一个男生带两个女生进去、嗯、你就可以享有优惠哦，真的哦，真的哦，台中有一家这样的餐厅，他就叫渣男渣女，可以带妈妈跟姐姐吗？好像不也是两个女生，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歧视是哎、欸，那不然我带另一跟再另外找一个女生看看有没有机会，小兰一起去，小兰可以吗？可以吗？一起去，小兰表示有特价。你不介意我们两个已经稍有年纪吗？不、啊、会、欸，我们年纪、欸、跟我们差不多、欸。对啊，他八十年次的也没有，你讲出来了。这边他顺便这边真有啦，欸、真有真有。你看起来比较小，你看起来很小、欸，很幼稚。真的，你看起来很幼哎、欸，真的吗？还应该跟我的化妆组的关系。对对对，跟化妆组有关系。刚刚、哦、他们两个在外面化妆。对，我用的是小凯老师的化妆组，赶快来找丽颖业配一下。小凯，你要去跟他讲啊，不是跟聊天室讲啊。对，是赶快来业配一下。小凯老师哦，这边化妆的部分。对，赶快来赞助一下哟。哦，因为我就是也是蛮爱漂亮的。去年我在外面化妆的时候，是他就说他对化妆也有兴趣，对，然后我就帮小强。就是画了一点眉毛，对 对。结果他今年我刚刚见到他，他说他去上化妆。对，我被丽颖启发了，他是我的那个启发者，你知道吗？化妆启发者。对，因为怎么讲？因为我们今天要带来这首歌了，对。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整个刻在我们心里的嘞，没错。来，我们来唱，我们要拉，用拉的哈，对，降 B 调。我独奏啊，独奏啊，这么刺激啊！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没有型号的琴。等一下，没有型号，等一下，这个没有 C 过哎、欸，没 C 过，直接来啊，降 B 啊，好，降 B， 好，应该降 B， 内行的听得懂了。我跟他讲，我很紧张，他的他们完全没有 C 过。都没有降 B 听不懂啊，降 B 听不懂没关系，只听得懂那个 B 的那个字，没关系，我听得懂 A B C D， 哎。
是不记得歌词，没有错。令风吧。刚刚一个他们有啪啪啪了，真的、哦、对，有啪啪啪，大家说火箭，说火箭好吗？说火箭，这里没有火箭，这里没有火箭，这里没有，这没有火箭的，对，没有火箭。我敢答，说啪啪啪有另外一种意思，哎呦喂，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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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讲这个我是最喜欢，哎，我在看呢，哎，新北市劳工局有在看，哦有吗？应该是没有啦。哎、欸，真的是哎，令、欸、直接就跟着唱了，真的耶，好棒、喔！我刚刚一个就是我觉得太融入了，就想要唱歌一两句，很喜欢。只是有人抓到我歌词忘记了，不行哦、喔，跟女生聊天怎么可以抓那么紧？对啊，要放松一点。你要说应该要如果是我的话，就说哎、欸，你唱的好好听，要不我们再一次。就是他叫舔狗嘛、哦、他就是哎呀好棒哦你好棒哦再次你的声音真好听像天使一样哎、欸、这小我想讲的话小声一点就是来不及了我已经讲掉了、哦、偷喝啊不能偷喝是不是要喝是不是来来来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哦来哦来又有女友服务了来我今天都整个被冷落哎、欸啊、没有好吗那我们换个位置你坐中间这样子不要小兰等下过来这边好了、嗯、啊哎、欸指名这样波波姐过来了波波喂喂喂凶老啊我们要年轻的哦、okay, 哇、啊、我看大家讲话是很冲哦对啊很冲哦我们两个在一起真的以前我们在宿舍的时候还住同一间呢对哎、欸、谢谢你因为我大他哎、欸、我们是大你我大你两届两届那时候我们是那个国乐社的前后任社长对前后任社长国乐社对我们两个是学国乐的完全看不出来、哦、对我以前学二胡的、嗯、他其实是二胡比小提琴更厉害只是他觉得小提琴好像比较 international 没有啦我二胡也可以拉梁柱开玩笑二胡不能用二胡拉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可以吗哦现在没有带没有带好没关系我们现在几站了那你还会什么我、啊、爵士鼓哇他真的是几乎全能耶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吉他不太会之外吉他我会一点点不然我就没哎、欸、你就说不会嘛不然怎么活下去被拉回家了对对对怎么活下去学长对不起学长对不起、嗯、那你们比较喜欢流行乐还是古典乐我比较喜欢丽颖哇、啊小强可以请你先回家我先回去请高给我家没有讲真的的话哦讲真的对对讲真的你要真的要听认真的哦好那我要认真哦好好我觉得古典跟流行其实都有他们有魅力的地方，这样讲很官腔没错、哦，但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音乐系是学比较偏古典的，嗯、可是我很爱在琴房弹一些流行的音乐、嗯，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就是被系上一些可能观念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老师会说，你先把你的东西练好，嗯，再来对，再来玩别的，然后我就会说、哦，可是老师，我觉得我流行也还不错呀。比较调皮，对，我觉得真的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在。古典就是它现在慢慢的要走进大众，那更能够接触大家。那流行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可以让大家更快可以上手，然后更能够去了解它的魅力的一种音乐的风格。那你现在喜欢的歌手是谁？现在喜欢的歌手其实应该很会知道要说谁啦哈。丽颖啊，哎、欸，不是丽颖，不是歌手，這邊的我不是歌手。嗯、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歌手是我旁边这位弹吉他的小强学长。Right, right. 你知道为什么他工作接这么多了哈？大家会说话，好认真，认真，认真。其实我很喜欢一些独立乐团，是那。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他是随性乐团的贝斯手，我非常喜欢随性乐团、嗯。那他们的新专辑，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是、非常好听。好哎、欸，介绍随性随性，就是你想得到的那个两个字，随性乐团。随性的那个，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小强呢？你说我喜欢什么歌手？嗯，以前我喜欢韦礼安，但后来发现我好像比他好。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没有，我喜欢创作型的歌手啦。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创作比较有自己的灵气，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创作会配合自己的乐感跟自己的声线嘛。对对对，有就是另有没有写过东西，就是比如说文字或者是画过图之类的。没有哎、欸，我只有可能就是写日记，不是，就是我曾经有写过
SH 的歌词给喜欢的男生。哦，哪一首？哪一首？不是，哎，那个恋人未满吗？哦，这个。F 调啊 ，F 调 ，F， 这么难啊？这我现在是要唱吗？你要唱吗？自己讲完这个我觉得很羞耻有点太煽情了吧，就能拥有我会不会太煽情了一点？不会啊，再靠近一点。你有写到这边吗？我就 整个都抄啊，情书都抄一两句，还有在抄整首的，人家用心啊。对啊，抄整首很不用心好不好？哪你至少要好几首歌截一点截一点。不是，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风格，你整首就抄。对对对对对，真的假的啦？这样写哦？没有，就跟现在的那个 IG 上面不是都会有人 po 歌吗？对，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那个意思啊。只是现在的小孩都是用 po 的，我们以前都是用手写的，用那个很香的笔写。对，就是有些。有些现在对香香笔，对香香笔，对，就是以前的人都是用写的嘛，然后现在的小女生，她都会 po 现动，为了要给喜欢的男生看。哦，我现在点播这一首歌的意思歌词，我希望你看一下。哎呦，会 take 他吗？对，魔镜歌词不会 take， 不会 take， 不会 take， 就看得懂就看得懂，就不高招啦。对啊，不能 take， 对啊，要让他自己看这样。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还是单身，然后丽也是。我不知道，我也是单身，真的，我已经单身四年多啊，怎么这么久？怎么会这么久？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的关系吗？没有，睡睡睡，漂亮！我喜欢就是要这样讲，对，我是配合你们的狂妄的那个氛围啊，我们是狂妄乐团，对啊，那个聊天室有觉得我们很吵，目中无人，来来来，目中无人乐团，没有有觉得狂妄的啦，刚刚有说有人说。好狂妄哦，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是不是？其他都喜欢这种的呢，就是因为重口味的，没有，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有喝，对，有喝有喝，有喝，所以会比较放得开，对。好，那如果再多喝一点会怎么样呢？你想看吗？本来想喝茅台，应该来吧，来吧，那既然说了，来，谢谢谢谢谢谢，今天一日女友，耶，哦，真是很有嘞，对啊，我觉得我刚回来，刚一周回来，没有一日，只有一小时，你要好好把握，好，没问题，现在可能不到一小时，三刻钟。哦，怎么那么好啊？好，我这边边啊都扛哎嘞，后面旁边没有人，好像喝很快，喝很快哦，好像喝很快，怎么样？哦，再喝一口这样，好，他这个是直接要瞬间爆发力，没有，可是买六罐了也没了，对，因为我不用唱歌啦，所以我可以喝多一点，这样子对，对我怕我那样唱歌会有金属嗓，哎呦，金属嗓，你说那种，对对对 ，Boy。我们要不要来一个，再来一首厉害的给他们，给大家知道我们的狂妄。好，厉害的是，要不要来一个大黄蜂的飞行？喂，哎，不在，喂，你说那个噔，哎呦，你一定要这么刺激。我有私心觉得就是卡农很好。哎，好啊，要不要来个卡农？好，但是我们的卡农是即兴哦，你低调好弹吗？啊，低调好弹，低调好弹啊，都好弹。好来，高手嘛，往上加就好弹。高手就有，高手没什么。那個、我欢迎大家留言哈，欢迎大家刷起来，你们的看法、想法都可以用。大家如果有那个像我们要快尾牙了嘛，有尾牙的需求可以来我们那个新北市劳工局，有很多的视障的街头艺人都很棒哦。等我们业配一下，因为今天的任务是这个，赶快讲完，耶、yeah, ，没了。哎
那个聊天室说什么吗？来，请说。优美的音乐配上气质的美女啊！我们两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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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重点是气质美女啦。哈哈哈哈哈。没有，你们的颜值就是已经被你盖过去了。对，被就是我的光芒有点小小盖过你们，但是你们的那个音乐，对，可能我们还是只能够卖艺了。对对，我们啊，卖艺没颜值还是不行的啊。没有没有，还是有的，还是有颜值的。卖艺没有颜值，就是少了一个味儿啊，还是不行哎、欸。对对对，哎、欸，我真的有发现，就是像我们去做街头啊，嗯，如果你真的今天就是刚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赶过来，就是打扮很一般的，有没有？嗯，就那个那一天的收入就会特别一般。哦、可是如果你出门前有特别打扮过，就是可能头发、啊、妆发也稍微弄一下，不用太多啦，弄稍微一下，那天收入就会很不错。哦、所以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欸，你有没有认真？所以人要衣装对啊，就像我觉得我穿稍微好看一点，我走在路上好像都会比较多的人会抬头我说，哎、欸，请问要什么帮忙？要不要分享一下刚刚你在那个捷运上那一段？哦，我刚刚他刚被搭讪呢、欸，我刚被搭讪呢、欸。哇塞，跟大家讲一下，讲一下。对，也不算搭讪啊，对，只是遇到。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直接加他的那个 FB、欸。哦，对，直接加脸书、哦对。怎么样？怎么遇到的？讲一下，就是那时候在捷运站，然后进车厢的时候，就他跟我说，问说，哎，要不要帮你？我想说，嗯，是因为我今天穿的还不错吗？然后就是有聊了一下，然后跟他说那个就是可以追踪我，然后我们就是我之后都会有一些活动，那欢迎就是可以，就是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然后就、后来就。就加了脸书，哎呦哎、欸，对，认识女生就是这么的快，对，没错，怎么会这样子？那、哎、你可以教我怎么认识男生吗？你现在你现在身边就认识两个啦、啊，对啊，卡农，卡农，漂亮，还有真的是，我就是没有，现在都不会走在路上，就是被人家要什么东西，都不会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都没有出门，真的，你都干嘛？我都在家打游戏，对啊，在家玩游戏，地海战记，地海哈。没有，我乱讲的。打喽打喽，我知道了一点点。对，也有。地海战记，我回去看一下。搞不好我讲的是错的哦。大家不要理我，不要理我。连名字都搞错，连名字都搞错。我知道神鬼奇航了，还不要理我。他们讲喽，你还在神鬼奇航？那你们会常常回就是家乡吗？家乡还是比较少，就是在台北工作很难。有空的话会回去，然后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音乐工作者通常假日都会比较忙，对对对，那通常都是假日会工作比较多，对，然后回家的时间真的就要抓一下，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现在在台北也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回家就是希望可以好好的陪陪家人，然后跟爸妈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哎呦，比较好的交流，感觉好像啊，我的儿子都去了台北，都不回来了。哎、欸，我爸妈之前真的这样说过，他说，哎、欸，你这样回家是当旅馆是不是？好像很多爸妈都会这样。对，没有住家里。对，啊你咧，我、哦，我爸妈就说，哎、欸，如果你忙就不用回来，没关系。哇、欸，他们其实比较放心，因为我通常都会把近况拍给他们看。所以我如果去街头，我会录一个影片，然后传给他们说，哎、欸，我今天去哪里？然后像台风天那一天，我就去大圆柏。哇，那个板桥大圆柏，然后就跟我妈说，妈，我板桥，我这台风天还出来工作哎，真的是，然后我妈就知道我没有出去乱玩乱跑嘛，就会说她就会比较放心，因为我觉得要跟他们保持一个好的沟通，就是你一直 send 讯息给他们，对，我觉得搞不好会觉得烦，这样有可能会哦，有的时候打给我妈打了六通没接，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想跟她讲话，然后她接起来是隔壁的一个阿姨接的。他说：“你妈在打麻将，不要吵啦！这么忙哦、喔，这么忙啊！你妈在打麻将，不要吵啦！他就在忙。我说：好好好，那你跟他说我很平安，这样就可以了。真的是很可爱。我这边还有一个有点点小小严肃，因为看你们两个给我的那个 vibe 都是很开朗的。然后因为像就是很多明眼人现在就是很容易忧郁啊，很常忧郁，包含我自己也很常会有 emo 的时候，真的真的。然后就在想说要，就是你有什么给明眼人的建议吗？就是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已经很常很幸福了，对，可是我们还是会有很 emo 的时候，要怎么像你们一样，就是很乐观开朗这样？你说吗？我三分钟前有讲过一句话，大家看想不想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刚刚有跟那个丽颖分享，就是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就是
就是那没有三分钟之前啊，哦，那三十分钟之前，三十分钟之前，对，他男朋友就跟他说，就说，哎，我们先让彼此冷静一下好了，那冷静一下就是几乎就是不联络了嘛，就可能就是要分手，然后他就一直很执着，一直问我说怎么办，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说，你现在会难过是因为你觉得他曾经是你的嘛，但你有想过他如果不是你的，你还会难过吗？如果因为我们现在会有一个得失心，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然后我失去了，我就难过嘛。可是如果你对什么事情都觉得说，哦，它只是一个来来去去的东西，不要看得太重，不要看太重，因为它不会是属于你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属于我们的，我们爸爸妈妈也会离开，财富也可能会被我们用完嘛。所以什么东西都平常心去看待，就不会。就像我们的，像我的视力，就是我小学开刀的时候，医生说我可能十二岁就会看不到，然后我就抱持着十一岁的最后一天，我想说啊，明天就看不到了，然后就想说啊，好啦，好不看到嘛，不紧啦，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结果我现在已经三十三岁了，所以中间的这个二十年都是我赚到的。如果我这样想，我就很高兴。如果我在45岁有一天突然看不到，我就会想说，我赚到23年，是不是这样？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观点来讲一下，就是转念这样。对，转念就是不要太得失。OK， 关顶呢？我的想法其实跟小翔差不多，但是其实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低潮的。在疫情这段时间，因为要讲一下绯闻的部分吗？喂，没有绯闻，没有没有。人家现在正在我的感情，你给我好好讲绯闻的时候。对，好，继续。啊，不然聊天是想听什么嘛？啊，被我挖洞给自己跳，剪掉，很精彩哦，剪掉。哎，不行，直播不能剪掉。好，不会剪掉。OK， 好，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因为工作一定会变少，然后教学那段时间也会变少。我真的很惨哦，我那段时间最惨到我存款只剩200块。哦，对哦，我那时候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干脆去找一个正职，然后去好好让自己稳定下来就好了，对，不用再这样每个月还要担心说，哇，我这个月我这样工作在哪里，房租要怎么办？对，对，我那段时间其实也很惶恐，很担心。可是我后来换一个角度，就是想说，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能力再继续充实上去。对，我不可能会想说我音乐系出来了我就很厉害，我多了不起啊，我的技术胜过你们其他人，没有，其实我就只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人而已，我也没有说比他厉害，我真的就只是一个班人。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再继续往上提升，所以我疫情那段时间我其实做了蛮多自己跟自己内心做了蛮多对话，然后到后疫情时代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收入开始慢慢回来了，然后让我现在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可以今天是一个用非常正常、非常舒服，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的状态出现在这里，我觉得真的是自己要去做很大的调整。就是你没有经历过，你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最困难的时候是有多困难。但是当你经历过之后，你会想说，我这么困难的事情我都经历过，那剩下的东西到底算什么？对。就是这个感觉，没有。总而言之，就是你们两个讲的都是，就是转念的感觉。转念的感觉，对对对。一开始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就是遇到一些烂事这样。其实必须说，这真的很难。对，要转念真的非常的难。对，因为你一定，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偏敏感的那种，看不出来哈，看不出来，敏感型，敏感型牙齿，敏感型，对，需要舒。你的敏感是怎么样？宿舍喂，搓一下就啊，好痒。就是小剧场，你刚搓，他现在不是在，他不是在剧场吗？对，就是在剧场。对，他现在在剧场工作，所以他就有很多小剧场。就是其实我敏感的部分是我很蛮快会去洞察到现在大家的一些情绪。对，你可以从每个人的就是讲话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知道哦，他可能有点不爽。讲话的过程对，或者是他今天可能简单回一个东西，我也可以。有点感觉他今天，哎，他是不是情绪不太好？就是关键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我觉得，就他，所以有绯闻吗？有，没有？很精彩。各位大家有想听的话，等下10点半以后，喂，带回到了这个绯闻的话，绯闻的，哎，那个真的很精彩。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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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哦，先不聊，先不聊，我们来带来一首我们的自创曲。好，我跟关鼎一起创作的这首歌叫《平凡中的不平凡》，哦，就他的这个绯闻真的是很不平凡。你不要害我，走走。拉开久违的窗帘。
露出久违的笑脸，梦想虽然很遥远，平凡中也能有起点。推开紧锁的大门，露出久违的笑脸，爱与梦想不可分，迈向未来不必等。我跑上一垒二垒三垒，别问我累不累，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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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too late。 平凡中的不平凡，关乎人生的艰难，不要轻易回头看，梦想就在下一站。平凡中的不平凡，克服人生的艰难，踏出自身的反转，写在人生的街坊版。我跑上一垒二垒三垒，别问我累不累，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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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too late。 平凡中的不平凡，克服人生的艰难，不要轻易回头看，梦想就在下一站。平凡中的不平凡，克服人生的艰难，踏出自身的反转，梦想就在下一站。耶、yeah ！这首是帮一个那个棒球协会写的一个歌曲，这样，所以它有一垒、二垒、三垒啊，有一些 keyword， 就是在帮他们，就算是业配歌啦，还是刚好是我自己写的，就跟大家分享。那一垒、二垒、三垒有别的，就是他的他绯闻，然后就按照他一垒、二垒、三垒，什么时候会崩呢？我相信这段歌词其实是没有出现在曲子里面的哈。有啊。对，大家如果有什么就是歌曲啊，什么写歌也可以找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也是在帮大家做一些作词作曲的那个，对对对，还有编曲的一些服务。那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啊？我们学长学弟啊，对，差两届，对，所以我在高三的时候，他高一，对，他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比我高三还红了，没有，他是学校算是偶像型的，对，那个红可能是衣服沾到血了，哎，好热血！刚刚你们的歌也是好热血，好热血。然后呢，在我听的过程中有偷喝了一口酒，哎，然后呢也被抓到了，哎、就是好听，但不要偷喝，被抓到，明察秋毫，对，明察秋毫，真的是还可以吧？那我不要偷喝，我们来一起来，来来哦 ，Cheers。耶！大家一起来哇！这个电视机不是那个直播前面，大家也可以来喝一下，真的是很放松。嗯，没错。好，麦放。哎，谢谢你。Yeah. 怎么样？要来小幸运了吗？来来来！我们要帮你量身定做，对，量身定做你的调，比较不会那么难唱。好的，太好了。大家如果有演出需求，可以加我们的那个。小强的马赛克世界，你们找到我们哦。对，然后我的粉丝专页叫小提琴家下关顶，也找到我。对，好 yeah. 来，反而有点紧张。好，我会救你。好，对，我们这边救援大队。好，来。但不好意思，等一下暂停一下。我没有拿歌词啊。那先拿歌词吗？我现在才想到。你不是可以即兴写吗？我不会哦。再靠近一点点，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 F 调。那是女调，我没调。来来，丽颖先找一下歌词。好，我找好了，我找好了。OK， 来。好，找好了。好。
来。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睁开了双眼，遇见你的注定，哦，他会有多幸运。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哦，他会有多幸运。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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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现在是综艺
艺节目，对不对？那我在这边宣布一下啊，明年要出专辑啊！十一月八可以赶上金曲奖啊！快啊，快啊！开玩笑，不敢当，不敢当。没有，有喝有差，有喝有差。有人说有喝有差，开嗓对不对？那个专辑缺乐手可以找我们。对，我们可以。我绝对要，绝对要。也是还好有你们，就是感觉一直在跟着我，因为我就是。不知道哪边要唱怎么样？我跟你讲，这首歌丽颖很熟，你知道吗？这个细节是他，比如说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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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哒哒，这个一般人都会唱成会往下唱，是往上唱，比如他知道那个歌的 melody 很熟的感觉。哦，我在听，哎呦，这个有熟呢。来，说一波爱心啊！没有，我喝酒就是会稍稍的打嗝这样子。为什么你们都不会啊？我们有，我们都很避暑的，慢慢对对对对，偷偷打。我们都这样。怎么偷偷打？哦，OK，OK。呜！哎呦，哎呦，打嗝打太大力了，打嗝太大力，都不老钱呢。哎，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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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事。等我下，我喝完了，我去拿另外一个。哇塞！哇塞！哈，必须的。你们都已经喝第二瓶了，不是吗？对对对，喝一瓶而已。我喝一瓶而已啊，所以我没有喝很快。没有，我很克制，我怕我等下会呛掉。对。哦，你的酒量好吗？他酒量很好哎。没有没有，其实不算好。你们两个谁比较好？他比较好。我们是应，我是应酬型的，要这样子互相应酬，我会比较好。我相信现场观众很多，一定比我们酒量好。对对对对，是吗？对，来来，大家我们要不要带来一首婚礼的歌给他们？什么婚礼的歌？那个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给他们知道一下。哇啊，那结婚可以找我们。跟你们说一下，我今天穿白色的。对，要不要起来跳一下？我跳一下。没有，我就假装我今天结婚好了。反正我可能也新郎官是谁？没有，就可能我也嫁不出去，反正我也不会啦。哭了。那我们这首歌来让丽颖赶快找到对象。我的捧花呢？我的捧花。好，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好，这首我觉得很适合。有婚礼的需求可以找我们哦。刚刚道具组有拿了一个捧花给我，果然是专业直播间。那我这边要丢捧花喽，来哦，聊天室接好，还是你们要接？你们要接？哎，如果我接得到的话，来，来，对不起，这什么梗啊？怎么搞的？直接丢给礼拜五的，礼拜五的，好，那我直接往后丢，直接往后丢，来，贝。哎哎哎呀！掌声鼓励。没有，他们接的话，他们
是下一个要结婚的。啊，真的，大家都赶快避开，大家不婚主义。对啊，现在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再介绍一下你们的那个粉丝专业，还有一些可以接什么样的工商这样。我们就是全部都可以，婚丧喜庆，嗯，我们两个都愿意。愿意跑伤也可以，伤也可以，来要不要伤一下？伤好，来伤起来，伤起来是按摩吗？伤起来，能不能来一个那个爱你万年啊？没有，伤不要在那边示范啊，不要在这边示范。可以搜寻我们的两个人都有脸那个粉丝团，有我的那个聊天室上面有丁选。两位的粉丝团，真的哦，对对，太棒了！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对，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然后有一些需求都可以找我们任何一位都可以，没错，对，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一起出发。那、也可以找你们 CP 嘛？可以啊，可以，可以，有喜欢唱歌，我们也可以有缺伴奏也可以。OK， 婚礼场也是非常欢迎。我妈说那个伤的不要接太多，伤的不要接太多，穷屌。那你们还有就是一起和就是那叫什么写？其他的歌吗？写蛮多的，就是我们很多歌，但是就是有的有版权问题，不方便在这边演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很多都快要发了，快要发了，所以大家哦，一定要把握我们两个的那个来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那会在哪里发？不一定，可能是线上啊什么的都可以。线上。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正在筹备当中。对，发了我们就知道资讯了。对，发了我们，对，订阅一下，然后帮我们关注一下。好，帮我们最后五分钟来开放，有没有要点歌的？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五分钟可能不太够哦，我们十分钟不太够哎、欸。我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改成就是五分钟啊、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提问题好不好？哦，提问可以，对，有什么问题？我们开放三个好不好？三个问题来，对，来三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超级小天使，超级小天使，目前没有，目前还没有，哎、目前还没有，是不是？对，那我们现在那个，你们会不会问过，就是回答到不想再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你几岁？啊、你几岁？那我现在去街头很常问我年纪，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不到怎么拉琴？哦，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对哦，然后能不能一起唱？对，就是类似这种。你说在街头的时候，会说可不可以一起唱？对，他们就会想一起唱，我就想说，那你要怎么拒绝他？我就说，如果你有带麦克风就可以，然后就会很悻悻然啊，本来想投一千的，算了，就走了这样。哈，还这样子讲哦、喔？对啊，这样子你要投你就投啊，你干嘛？对啊，给人家情的，我就会说，哎、等一下，给你唱，给你唱，这样。情的，一直把你给我拿出来。那关鼎呢？关鼎有遇到什么奇怪的观众或什么？我之前有遇过一个说，他我觉得你拉得很好，然后呢，但是我本来想给你1000，对，但是我看到你的琴这么贵，我就觉得我还是给你100就好了。啊、欸？哈？逻辑？我就说这逻辑怎么？对啊，怎么怪怪的？我说。哦，谢谢你啊！就你我都很就是很开心，那谢谢你，很欢迎，对对对，就很欢迎。这边有问说，请问合作过的知名歌手有哪些？哎，蛮多的呢。挑几个讲，挑一下，挑你觉得最合作起来最不爽、最烂的。最哎，这么可以这样子讲吗？哎，以后我没工作了。我觉得合作最好的就是张丽颖啊。哎呀，感觉很好 ，One Take， 对，超棒，对，好，真的是。令很照顾我们、欸、每次来就是会请我们喝一杯。刚刚朋友说可以报公账，他说不用报，没关系。能报你还没报。你们就是还要喝的话再跟我讲。啊哦哦，就他业配都没有来，可惜了。好啊，最棒的歌手，因为我不是歌手啊。你不是歌手吗？就是、合作起来最舒服啊，不要说最棒。舒服哦，之前有帮李子晴他们伴奏啊，就是他真的也唱得，对，我有跟李子晴唱得很好，因为我觉得主要是歌手稳定，我们就会很投入。嗯，如果我没有合作过比较多不有名的歌手，就那种可能在 pub 或是在餐酒馆唱歌那种，就是你要一直跟他，会很不自在，你就因为他拍子不稳。那你很难去对到他的点，对。好、啊，今天很开心你们两个来到我的实况台，耶、希望之后还可以再见面。是。然后我如果有经过的话，可以就是唱一首，那个就不用，如果只唱一首应该不用。你要唱10首都可以，唱对 啊，唱多一点，因为我怕会有人查什么证还是什么。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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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有一张证就可以了。好好好，我们一张证都带好几个人去。OK， 没问题。那我是在这边，我在关注你们，然后看你们去哪边，我就会有时候时不时的哈，那个乱录一下，对，乱录。没问题。好啦，今天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新北市劳工局，新北市劳工局，耶，万岁。拜拜，大家拜拜，在正前方，拜拜。Hey!